的语言才对。真的啊，意大利文不难啊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首先你叫吴子龙，但是你的本名叫什么？Giovanni Vernicchi。Giovanni Vernicchi。Giovanni Vernicchi。啊，哎，哎呦，你竟然念得出来啊！我说你念成 Gianni Versace。那请问意大利文的新年快乐要怎么讲呢？意大利文新年快乐是会不会难？会不会难？不会了，不会了，你一定念得非常顺。他比较有语言天分，你来试试看。加油加油！美女不要紧张。好，好，好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单挑狐狸。你摸烂了，怎么觉得你在念歌仔戏？蓝调玻璃，你说这什么鬼啊？我有一点感觉啊。I'm sorry, one more time, one more time。对对对，你说单调玻璃，你摸烂了，单调无头的，单调什么？我觉得你还是放弃好了。我放弃了，你叫他，单调玻璃，是不是什么单调什么的？单调玻璃，然后呢？单调。摸蛋哦，看 perfect 哦，很难哦，是不是很难？董事长，这个谁会讲意大利文？那最简单的，谢谢怎么讲？我们客人来，也许呢，也有些意大利的观光客来到我们星光三月了。没错，那我们如果跟他讲 thank you， 那还不够，我们要怎么讲？好，那谢谢不用麻烦你了，谢谢你一定可以。OK， 你教我。Grazie， 哥哥。你要拉多久？你要拉那么多 ？Gracias，Gracias， 一定要有那个卷舌，那个卷音吗？可能一定要那个卷舌。Gracias，Gracias，Gracias， 好厉害哟！我练翠花尖嘴那个，我那么菜，我嘞。我练他，他练。好，你来，加油！你卷要卷哦，要卷哦。这很难哎 ，Gracias。Perfecto。拍手说我不行，他也没有卷啊。我们意大利人就是这样，不好意思。那你再一次来，我们标准的，谢谢，来，预备，行。Grazie， 谢谢吴子龙 ，Grazie， 新年快乐，单调孤立的波纳诺库比。我说你在听不懂，听不懂，下去，你的人都走光了。哎，子。